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Russia, from Moscow. I'm here in China, in Beijing, for doing my master. I think, like, from my childhood, I love animals so much. My friend told me about this opportunity. I was just so excited, and I was, like, really willing to do it.你好，我是朱莉亚。哦，你好，你好。来这里体验宠物医生，你是猎物医生吗？哦，对对对对对。以前我们都被称为兽医，然后现在是称为宠物医生，因为以前的兽医是给一些经济动物看病，然后现在是反而是把这些那个猫猫狗狗养在身边，是作为一个情感的一个寄托。因为人的这种情感的寄托，对于动物来说的话，他们更希望这个动物能健康，能长寿，所以他们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来让这个动物做到，首先是预防医学，给他们定期打疫苗，定期驱虫，有疾病了的话，我们能随时给他准确的治疗，减轻他们的痛苦。我觉得我做宠物医生，我很自豪。第一件事就一定要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全。特别重要。然后咱我先带你去换工作服。咱们一会儿呢，先去住院部，那个拎着寄养的狗，咱们先去遛狗去。好的。哎，走。他的话是因为做绝育过来的，暂时在这住院。哦。不安绝育了，你看伤口上，你看肚子上的毛毛会没有。哦，那现在更好，我觉得。对，它现在挺好的。嗯嗯。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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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个猫咪来就诊，咱们先把它做下消毒，然后它进来以后，咱要给它做一下基本的几个检查。那每一次都做这样是吗？对，就是动物来之前跟之后都需要做消毒。不知道哪儿有毛病啊？来，先放上吧。跑，它跑了。哦。在哪个地方剪的？剪那个上那个三河那个高速路口啊。三河的路口那儿，然后它就在马路中间待着。对，马路中间的车过来过去的。他应该是出车祸了。哦。你看这个位置有伤口，看。他的鼻子也没事。没事吗？我给他放在地上，看他走路怎么样。对，走没事。检查的话，外伤的话，只有在这个右侧的后肢外面有一块挫伤，有一块掉毛，并不是很严重。然后他现在主要表现的是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然后脑袋或者是撞到胸腔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然后咱需要一会儿给他拍个片子，先拍片子看看情况。咱们给他拍了几张片子，从胸片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个渗出的一个迹象，但这个位置整个发白了，这个后腔静脉这个很明显，这一块就看得出来了，是说明它整个胸腔的一个血固减少了。对，还是有肺出血的。那要做手术？不做手术，这个病的话只能是靠吸氧，然后慢慢养着，它做不了手术。那给他主任带进来，然后给准备吸氧吧。准备好氧气给他吸氧。这个是刚才的福豆，就是出车祸的这个福豆，它的白细胞是明显的一个升高。就这种情况，咱们是需要通过这个仪器检测这个数值，咱们才能很明确的看到它的不一样，所以对咱们之后的这个指导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对吧？今天带着朱莉，做了宠物的一个
血液常规的一个化验，包括显微镜的一个使用。我觉得做了这两点的话，让他能让朱丽叶能体会到很大的一点，就是这个动物医学方面也是很非常发达的。一会儿看他拿个罐头，看他有没有食欲。嗯，如果有食欲的话是最好的。除了在院内的这一些常规的这些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另外的工作，就是定期要到小院去做一些体检，给他们做体检，包括我们要给他定期的一年一次的这个免疫，包括定期要给他们做驱虫，嗯，包括要可能我们还会做一些像号召，像现在的养宠的人士能不能给他们做一些募捐。其实这个去大家去救助中心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去救助中心其实也是表达爱心的一部分。嗯，他们付出爱心，咱们也是在付出爱心。And this cat just came up. The woman, who came with this cat, anxious about its health, really anxious. And what I like that she really wanted to help this animal, and she was ready to pay for all the the staff that is going to be here. So it's quite surprise for me that people have.This kind of big, big, big heart, and who are ready to do something for animals. Let's get ready to do something for animals. Wha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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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at?四肢的这个瘫痪，或者像比如特别像双侧后肢，因为腰椎问题引起的这个瘫痪。爸爸，恩爱，不要乖啊！乖乖乖！不要乖！嘘嘘嘘嘘！哇，好火！有点火！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是针灸。针对于它的后肢的话，咱们会用到，因为他们的后侧一般都是因为这个椎间盘引起的。常见于比如说中国的那个京巴犬，比如说像那个腊肠，就是腰比较长，然后腿比较短的那个品种，他们容易发生椎间盘的一些问题。然后咱们会用到这个腰椎的这几个穴位。它是捻针镶下来的。I experienced acupuncture. Yeah, and what I saw that it's kind of really unique technique. I didn't see it before in my life. 小二呢，做一下那个术前的一些基本东西的一个准备。今天把口罩戴上啊。口罩是必须的。正好遇到了一场手术，这个手术的起因是这个狗狗被另外一只狗狗咬了。这个咬了以后，主人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动物有损伤，回家又感觉这个狗狗一碰嘴这个部位就开始疼。那个在这儿呢哈。冲洗的盐水，是，可是它食物残渣进去，咋着也得带上。我来拿，端过来，我来拿。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随着这个中医的一个弘扬，我相信通过这些手段的结合，能让这个动物疾病减少。解决更多我们解决不了的疾病，所以我觉得宠物医生真的是在中国是一个朝阳行业，我很高兴加入了这个行业。Everything in the progress, in some process of changing,
And what we face here, that people and doctors and staff, nurse, they are trying to be innovative and to be involved in the system that is going around. Today, I had a positive experience. Yeah, I liked it so much. Thank you.